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是中间这个小黄人。那我们要来干嘛呢？我要来去寻宝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，Go！ 哦，一开始的话，哦，遇到了第一个阻碍。那我们下面有两个选择，我们可以选择其中一样来解决这个阻碍。来吧，一开始要选哪一个呢？我们选鸟的好了。发生什么事？哦，可以啄爆吗？哇，有了 ，nice， 过关了。哇，遇到一头熊，这个呢？有三个选择欸，第一个是爬树，第二个是打人，第三个呢，一个药水，很好奇这药水是什么，试试看，来吧。哇，扁桃，哇，副作用来了，哦，所以他选择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结局哦。好，那接下来的话要怎么恢复呢？吃汉堡吧，吃汉堡看可不可以变胖，来吧。哇，这汉堡也太大了吧！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可以吗？可以恢复原状吗？呀，哈哈哈！怎么变成一个石头？哇，结束了。这好像也是一个结局，但是是失败的，好吧？那我们再重来吧，来吧。好。那第二次的话，我们选这个好了，选这个铲子看看会发生什么事，来吧。哦，挖洞欸，挖过去吗？哦，到了一个地下道，再往前走，再往前走。接下来呢？哇，这个悬崖过不去吧？第一个该不会是跳吧？感觉第二个比较稳一点欸，好，试试看第二个，来吧，折一条线过去。哟，哇，飙啊！哈哈，差点掉下去。接下来呢？回到哪里？哇，完了，踩到陷阱了！快跑啊！呀、啊，我没有什么办法挡住他，可以吗？哇，起火了，起火了！哇，哈哈，又死了。这也太难了吧！我每次到第三关都死啊！哦，再一次 ，OK， 一样到这边。那这边的话，选这个跳的看看，来咯，我可以吗？一深蹲会变壮，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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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有了！哇，这个弹跳力，哇，腿变好粗哦！哟，这样该不会可以挡得了这个石头了吧？哇，跑快跑快！呀，试试看可不可以挡？哇哦！健身果然有用。接下来呢？呀，完了，遇到杀人组。呀，跳过去吧，跳过去，来吧，我有这个腿力。喂！哇哦，直接冲上来！哟，哎，起来啊！卡住了、欸，完蛋了！我还以为可以啊，哎呀，再一次吧，我们时间倒转，这里看广告好像可以免费时间倒转、欸、直接回来这边嘞、欸。好，这次选择战斗好了，看一下打不打赢，来吧。哎呦，什么时候有这个装备啊？来吧，谁赢呢？好，直接被扁死了，只剩下最后一个投降的是吧？再一次，来，这次的话选择这个投降的。哟，呀，被绑住了。咦，没被杀、欸。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进去的这个庙。呀，完了，要被处刑了。只有一个选择，好，看来死定了。哟，啊哈，骗他们 ，nice， 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哦，可以，可以，装成他们，装成他们。呀，是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OK，OK，、OK, OK、可以吗？骗得过吗？嘿嘿嘿，可以哦。
哟！啊，被抓到了！呀！哇，就差两格就可以拿到宝藏了。好，直接选择中间这个。哦，变成女的可以吗？勾引他们，还跳舞欸，哇，成功了！啊，让他们内斗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 ，yes。又悟出机关了，哦，感觉要拿到宝藏哦，红色、蓝色、红色，可以吗？来吧，成功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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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功，耶，门开了，哦，等一下，是陷阱啊，哇！好，直接被烧死。好，这次蓝色可以吗？拉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一样门开了啊，会到不同的地方。来喽，会到哪里？呀，加起来了，也是陷阱。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会死吗？会死吗？哇！重来吧，这一次的话，我们走上面来吧。鸟，啄下去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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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好，遇到一头熊，它会攻击我们。爬上去看看，爬树，爬树，爬树。呜、哦，也爬太高了吧？哇！直接追上来了。哦，然后呢？接下来呢？继续往上，回到哪呢？呀，完了！这两个谁看得懂啊？选雷电这个吧。耶！直接变成超人，然后两个可以选一个飞，然后一个直接穿越，穿越的好了，感觉很猛啊！对，没错，直接穿越到那个神殿，来吧！哟、哦，然后呢？哦，也有两个选择，哎，再穿越，直接穿越到宝藏就好啦。没错，呀，遇到蜜蜂，不会吧？好分心了，穿越错地方啦！呀！被追了，被追了，被追了！哦，馒头包直接死掉啦！好，这次的话直接把门锤爆，来吧！啊，也太硬了吧！哎呦，可以吗？咦，好吧，看来这条路也是没办法到最后的啊！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OK， 刚才到这边了，那树也选了，药水也喝过了。好，接下来选中间这个，我打得赢吗？来喽，三二一，呜、哦，冒火嘞、欸，小鸟拳啊啊！看来我们再选一次喝这药水吧，来吧，变成很壮，然后直接扁掉，来吧。OK， 然后副作用发生，三个要选，不能选这个汉堡啊，选爱心看看，来吧。哦，可以吗？给美女走过去，哈哈，哈，幻觉，死，哈哈，哎呀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好，这次我们选这个墓碑了吧？来吧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有僵尸哎。好，入境随俗，跟他们一样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哦，可以吗？一直往前走，哎，会到哪里呢？哟，
不知不觉到了门口。接下来呢，哦，一样有两个选择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啊？我看不懂，哎，轩轩看这个好了，来吧。哦，呀，触发陷阱。啊，哦，看来是这个啊。哦，我可以吗？直接搬起来，哎。哇哦，呀，我以为他可以耶。好吧，看来这条路也是不行啊。所以是树的那一个。好，来吧，回到树的那边。OK， 好，这边有三个方向可以选。我们上面的这个选过了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。那我们选择往右边这边吧。哦，绳子可以吗？哇，可以耶 ！Nice， 走过去，走过去。哇，被抓到了，完了。一，二选一，音乐是什么啊？很好奇，试试看。哎呦，直接跳舞！哎呦，哟，他跟我一样一起跳舞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尬舞尬舞尬舞，耶！哈哈，直接跑过去。哇哦，直接砍掉！哇，这也太有趣了吧 ！OK， 往下跳，下去下去下去！啊，不是，是岩浆。OK， 好，回到这边了，这边要选择往下，看一下，可以吗？哇哦，起火了起火了！好。看来走上面是不行啊，下面我们还有一个没选，就是石头那边，这个卧倒这个没选过，来试试看。哦，哟，直接死吗？哦 ，nice， 直接飞进去，这次感觉可以哦。哇哦，有一个人在睡觉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度过吗？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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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ice， 溜过去了。怪了，怪了，怪了！哇，又踩到陷阱。耶，好，最后四关了。这边只要踩到这个，就会有箭射过来。我们要怎么过呢？直接跑过去吧。Go！ 对对对对，射不到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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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吗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拼啊！哇！跑不完，我人直接融化，欸，跑到融化，选这个好了。第三个直接飞的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哦，发挥神力，会飞到哪呢？哇，这也不行，再一次，好。这次看来只有最后一个选项啊，中间这个，来吧，可以吗？啊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然后都躲，呜，哦，好厉害哦！啊，好，看来要下去了，咚！哦，还可以玩，还可以玩。这边的话，这个唱歌，唱歌，唱歌，驯服他们，可以吗？呜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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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吧。啊，全部都睡着了 ，nice 哦，我捡到一个东西，哦，可以可以，装到中间，耶，哟，怎么回事 ？Yes， 门开了，我以为又有陷阱哎，可以吗？这次，哇哦，好多宝藏，终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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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了。这边要怎么选呢？三个选项，先选眼睛的看看。哇，淹水了，啊，这不行啦，一定死了。鼻子，毒气，好，又死了。OK， 最后一个选项啊，嘴巴。哦 ，nice， 哦，又获得宝藏了，来喽！三二一，耶！呀，等一下，哇，
要崩塌，要崩塌了！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呀，被抓到了！啊！又死！咦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玩到这边吧，还有好多的结局没有拿到哦。如果有人知道是怎么拿到其他结局的话，欢迎底下留言给我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也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